就靠这一刻。龙洞潜水湾，然后现在看到我身边身旁，然后大家都是来这边潜水，就非常大量的潜水客。然后我们现在要进去拍龙洞跳水，我们现在等一下要走过一段非常难走的路，就是石头路，然后我们才会到达我们的目的地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进入石头阶段。今天来个汤马士360度无死角转体这样跳水吧。我们继续往前走。你看我们提一堆东西，然后翻山越岭，然后我们走过这堆石头路，然后我们非常辛苦，真的太累。你看我们把整台相机跟脚架还有稳定器整个装备我们整个扛进去，然后走大约20分钟的石头路。我们的 lens 是这样的，好恐怖，这个路你一定要拍起来，警惕所有的世人要来龙洞湾，就是要走这个东西。好，大家你看我现在泪流满面就知道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走的是木头路，木头区，就你们现在看到画面了，前面这段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走的路。然后我现在要拿着稳定器走这一段路了，不能走。如果你刚看画面的话，会突然晃一下。那个木头屑，然后因为我们鞋子是橡胶底，对，踩到屑的时候，它因为粉尘的关系会滑一下，没什么大碍。OK， 来 ，OK， 耶。重点守护者 ，Horizon。第一趟过来的感觉怎么样？这背了一大袋水，然后一台空白机，尤其是那个黑色垫子，谁敢难拿？走，这边今天就是我们的休息区，等一下我们会在这边搭帐篷。我们的 Mark， 然后讲一下你刚刚换车试完之后的感觉怎么样？他试完第一环，你会发现你根本还没有准备好，就接这个下去，然后跑马灯吗？就下去，够跑吗？够跑，很够，很够，很够。我们的叶工，自我介绍一下，夜市特工，夜市特工，蛮累的，蛮累的，可以走过来走一下。跟大家讲哦，就是来这边一定要租救生衣。那个海水虽然看起来样子平静平静的，但是力量都很大，我刚刚都滑不动。来，我们现在要滑水了哈。然后跟大家讲，介绍还要滑水道。这个滑水道是他们自己做，他们是参考那个国外的那个滑草的概念。听到啊，这也很危险。好了，来来来。OK， 他们讲好像很容易，我们现在一起他们一个来示范。来，我们摄影师来。怎么？这个摄影师要被拱下来。来来来 ，OK， 我们现在换我长镜头来。你看他是跌倒跌下去的，他根本是跌倒跌下去的。你说你
可以，你是那个水下三十俱乐部？对对对，三十俱乐部的一口气，一口气可以到三十米。嗯，就是快的话大概两分钟就上来，慢的话大概七天，七天才上来。七天才上来。哎，那个土那么多是要干嘛？哦，哎，最近量比较多。